下面呢，我们呢就讲述一下四种对子力。一子力分为外一子力和内一子力。外一子力即如理观想诸佛菩萨，内一子力指皈依和发心。总之，一子力是皈依三宝、意念三宝的功德，诚心祈祷三宝，以清净罪障。那忏悔时呢，当为一切众生清净业障，成就正等觉果位，发起无为的菩提心，从而将往昔的一切罪障彻底清净。如入行论中云，如人虽犯极重罪，然亦永世得除畏，依靠何者速解脱，彼者善人何不依。菩提心如劫末火，刹那能毁诸重罪。一子力呢，是我们和诸佛菩萨感应道交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修行。那一子力呢，也平常呢也要通过这个不断的亲近善知识啊，主要是学他法了。把这个道理学明白了，那信心增长了，那么这个信心越好，你的依止力呢就越有力量。这个依止力的力量越大，那么呢，那么对治烦恼的力量就大了，跟佛菩萨的这个感应就越强，消业的能力也就越强。那么呢，跟佛菩萨最好的相应的办法呢，就是当然是发菩提心了，因为佛菩萨是有无量的菩提心的啊，是有正义的菩提心的。那我们呢，就是发相似的菩提心，也是可以跟佛菩萨相应。佛菩萨对我们的那种加持呢，是没有时空的限制的。你们记住，是没有时空的限制的。你们呢，要修的呢，就是关键，是要从内心里面去跟佛菩萨相应。那么最重要的最好的相应就是发菩提心了。那发了菩提心，当然跟佛菩萨的相应是最好的了。随着你智慧的提升，那么呢你跟佛菩萨的相应程度就越来越强，那么这种依止力也越来越强，那么呢这个对治烦恼的力量也就越来越强大了。所以说这个依止力是要去修的啊，不是说的那么简单。这个既然是依止力嘛，这个力就是可以增长的。一分力也是力，一百分也是力，一万分也是力。那个天壤之别了啊，有些人的依止力只有一分，有些人的依止力是一百万分的力，那是差得太远。那当然对治烦恼的力量就差得很远。所以大家呢要依止力还要去修啊，不是讲一下这么简单。第二个是破恶力，因对自己所造的罪业呢升起后悔心。发露忏悔，不服不偿。如果没有强烈的追悔心呢，单单口头上改悔，罪业不能得以清净。弥勒斯吼论中说，无知所造罪，一切当忏悔，智者若忏悔，不以业同住。破恶力呢，关键在哪个地方呢？就是最关键的是认识到自己错了。那么认识到自己错呢，需要智慧。我们经常认识不到自己错了。你认识的越深刻，那么呢这个后悔的力量就越强大，对吧？你没有认识到，你怎么会升起后悔心呢？所以说首先是要认识到自己有错，那么你觉知的这个速度越快，忏悔的越快，那当然了业就消的越快了。业还没来得及造呢，刚起心动念了，那你马上觉知了，马上不随业漂流了，那么就是当下就
转业就转了，这就是最重要的修行了。不怕念起啊，就怕觉迟啊，就怕这个觉知的迟了，甚至我们都不觉，那凡夫就是不觉，不断的造业，不觉得自己有错，不知道错在哪里，也不知道有错。这里说智者若忏悔，哎，所以这里关键还是要有智慧啊，智者就知道忏悔。在不同的层面上修行，那么呢，对这个罪呢认识的是不一样的啊。这个人天道的人呢，他只是对这个十不善业呢可能有所觉知，并且造了身体和口七支造了业以后呢，很久才可能会忏悔。那么这个都是啊，都太晚了。人天道的人呢，他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啊。那么你要解脱的话，这样子是不行的啊。要修解脱的人是在起念的时候就得忏悔了，马上就转念了，贪念起来，执着心一起来，马上就觉知到。那么这个就要时候要有智慧了。那么智慧什么智慧呢？就是要有六道轮回啊，这个生死轮回的因果证见。还有人我空性的证件，这些啊，这些证件太重要了，没有这些证件你是不可能忏悔的，你不会想忏悔的，你也不觉得自己错了，你都觉得别人错了，都是他的错啊，害得我这个这样，害得我那样啊，就关别人的过失。众生就是无知造业，所以说没有智慧啊，那智者就会知道忏悔了，没有智慧的人是不会忏悔的。第三个呢是恢复力，发誓今后不再造罪业。事实上他这个第三个才是追悔力，肯定就是不想造了才叫后悔，后悔了那肯定以后就不想造了。因为你的后悔的力量越强，那么呢你以后不再造的那个可能性就越大。每个人的力量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后不再造的这种力量呢，关键还是你还也是要靠智慧的啊。你这个智慧越深，那么你观的越深透，那么呢你这个恢复力就越强大，还是需要智慧。当然了，如果有这种出离心的力量啊，你对轮回所有轮回的业你都不感兴趣了，不管是善业恶业，那你这恢复力是非常强大的。有了很好的出离心的人呢，他对世间所有的业都不感兴趣，都是苦因。不管是什么苦啊，苦苦、坏苦、行苦，是吧？特别是这个行苦，所以说我们要忏悔，要对三苦要有非常透彻的认识啊。所以说大家三苦学明白了没有啊？这个六道轮回的观念是真正的建立起来了没有啊？很多学佛的人呢，没平常生活当中都没有六道轮回的观念啊，说是说相信因果，但是遇到事情就忘记了三世因果的观念了，就没有了。学佛的人学很久都没有这种观念，没有穿习到量。你们这个初学者啊，这个三界列讲要反复的看啊，你布置作业让他们多看几遍，隔一段时间看一遍。你不要以为你学佛好多年，出家好多年就不用看了，还是要看的啊。你的烦恼来了，你就忘记了三世因果了。所以我看到的话，这些发心带这些居士们学法的人呢、啊，这些法师进步是最快的，他们一带他们马上就不一样了，他一发心他就发现佛菩萨也加持他们，然后呢他们自己一教别人的时候，自己心里马上就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，在跟别人讲的同时立马就知道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，不够精准。所以说发心的人是最智慧的人，都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发心，觉得自己学就好了，
当你开始教别人的时候，你的责任心在那里，一讲把自己都讲明白了，原来自己哪里做的还是不到位，原来听课的时候都没有听明白，现在一讲反而明白了啊！一听，因为你听得仔细啊，你要跟别人讲解啊。但是呢，有些人发心呢又讲的太多也不行啊，不以师父的法为重点，自己呢就是乱发挥，那个是不行的啊。对啊，你只能在师父的法的基础之上强调一下重点啊，重复一下这个要点就可以了啊，简单的讲解两句，这样的话呢你自己呢也不会讲错，大家也学得更明白，多串习几遍，即使你完全懂了你也多串习，这种三世因果的轮回观念串习的好，你很多业都不会造了。很多人学佛很多年因果证见都没有，还是停留在眼前的因果，让有的人出家很多年都还因果证见都没有，对自己的家人就很执着，对别人呢就还是没有什么感觉，那说明你因果证见都没有嘛。自己的母亲是恩呢，那你三世的母亲呢，那生生世世的母亲呢，你没有这种观念对吧，你自己的孩子很执着，你还生生世世的孩子呢，都不是你的孩子吗，对吧？所以说很多人出家多年了，都连这个三世因果的观念都不是很强的，还是自己那么自以为是，到了生活当中还是那种情执很重，三世因果那是讲给别人听的，自己还是没用到自己的心中去，在自己的心中啊，这种三世因果啊，这种真实感还没有，还是纸上的讲讲三世因果，跟别人讲，真正的到了自己身上，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，就没有了三世因果的观念了。对呀，你学佛学了，又出家了，真是都出家了，你三世因果的观念真正的建立起来了吗？建立起来了，你看你的生活啊，你生活当中是怎么做的呀？都是烦恼很重的时候才想起一点点，哦，三世因果，三世因果啊。烦恼非常出众的时候，实在没办法了，就拿三世因果来自我安慰一下。对，说明你的善根很差呀，对吧？你要有惭愧心呢。这师父也没办法了，只能说你自己要有惭愧心，觉得自己，哎呀，我的善根怎么真的很差，善是因果的观念度还不是很清楚，烦恼还是那么重，情执还是那么重。我们先不要说解脱道的什么，这个无我了，谈无我你还太早了，那至少你的三苦观呢，无常观你总得有吧。那三苦现在三苦都没学明白，见到什么事还是很贪着啊，这个坏苦来了还是贪，这个行苦来了呢还是不觉知不到，你的行苦时时都在呀，你有觉知吗？你有惭愧心吗？感受到了业力的牵引吗？你的出离心是不是又忘了？有些人出家时间久了，慢慢的就淡忘了这些东西啊，淡忘了三苦，淡忘了无常，出家很多年也没有什么进步，自以为挺好，是吧？出家时间久了嘛，慢心也越来越大，慢心肯定会大起来的啊，因为你看到那些刚出家的人就会起慢心啊，你我资格比你老是吧，我出家时间多啊几年了，五六年了，三五年了，那你这刚出家的你瞧不起人家。其实呢说不定别人比你修得好得多啊，你都不知道啊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修行呢是不能跟别人比的啊，是每个人的善根因缘是不一样的。说来说去呢，自己没有什么进步，还是基础打得不够牢坚固。
毗那耶广释中云，若无诚意防护之心，所行悔罪唯有空也。光说忏悔哈，说的是空话，心不诚哈，不是诚心的去防护。要多诚心的关键还是对三苦认识深透，知道这个都是会带来三苦的，那么你就不想造业了，是吧？这才是忏罪的根本了。你只有真正不想造业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这个悔罪就容易了。陆行人云，断尽恶心时，说为戒度缘。所以防护自心后呢，不再做恶业最为重要。那对一个人天道的人来说，就是不再造恶了，十不善业都不造，那也不容易啊。不贪哪里那么容易啊，不贪是不是？不嗔不痴啊，不痴就是要因果正见。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因果正见，强调这个三苦观无常观，这样的话呢，你才会不愿意造恶业。你知道三苦是吧，知道无常，知道无常以后呢，你很多事情业也不造了啊，很多业都是因为我们执着长啊，认为生命啊很长是吧，那我们执着长的时候呢，就这个业造起来就快了啊，就是忘记了嘛。所以说我们这个无常观还是不够啊，观修的还是远远不够的，所以说呢就造业，容易造业。所以说我师父讲的这是根本啊，你把这个根本学明白了啊，串习到位了，那么知恶就容易了，非常容易的。